黑娃回到郭举人家，趁夜摸到西厢房门口，门上挂着一只黄铜长锁。黑娃不敢久留，沿着原路出了院子，转身又来到马号。只见长工李相和王相睡在院子里，黑娃摇醒了李相，悄声的问：“李大叔。” 小女人呢？李相说：“回娘家去了啊。”黑娃再问：“知道不知道？约莫啥时候回来呀、啊？”这时候，李相刚刚完全清醒过来，恢复了活泼的天性。你龟孙把人家日了，郭举人早把他休了。 还回来个球啊！黑娃急问：“好书嘞，小女人娘家在啥村子呀？”李相说：“你还撵到人家娘家门上去日啊？”黑娃求告着：“好书嘞，啥时候啊？你还净说笑，快给我说一声啊！”李相说。 往北走，呃，三十里，有个田家石子。黑娃作个揖，亲昵的摸了一把还在酣梦中的王相，就拉开门栓，出了马号院的。第二天早饭时，黑娃赤住在田家石子的村巷里，打听谁家雇人熬活。 人说田秀才呀、啊，近日病倒了，正需要雇人管理棉田。黑娃找到田秀才家门口，正遇见秀才娘子。婶儿啊，听说咱家想雇个人。娘子看他一眼，说：“你等一会儿啊，我去问问掌柜的。” 娘子出来的时候就有了主意，说了工价，就引黑娃到屋里吃饭。端饭出来的果然就是那个令黑娃牵肠挂肚的小女人，她的额尔姐。额尔端着木盘走出厨房，看见黑娃的那一瞬间，脸色骤变，几乎失手丢了木盘。黑娃瞅了一眼。 就偏低了头，装作陌生人，顺势在院子里的小木凳上坐下来。这小女人瘦了，瘦的叫人心疼。黑娃照例住进牛圈。田秀才家原有一个打长年的长工，姓孙，人很实手，厚诚。 黑娃很快就和孙相混熟了。孙相告诉黑娃：“田秀才是个书呆子，村里人叫他啃书虫。考中秀才以后，举人屡考不得中，一直考到卿家不再考了，才没奈何，不考了。田秀才仍然早送午习念书写字，只在农活紧密的季节。” 才搭手作物庄稼。木下正是棉花生长顶废手的时节，田秀才却病倒在炕上，干不了活，也啃不动书了。孙相悄声说：“这秀才的女子啊，跟个长工私通，给人家修了。秀才是念书人，要脸。” 顾面子的人呐，这一下就气得病倒在炕上了。黑娃装出惊讶的“哦”了一声，孙相告诉黑娃，这位田秀才是托亲告友，要尽快尽早的把这个丢脸丧德的女子打发出门。 就像是用锨铲除拉在院庭里的一泡狗屎一样的急切。可是，像样的人家谁也不要这个声名狼藉的女人，穷家小户又怕娇惯下的女子难以侍弄，人家宁可定娶一个名正言顺的寡妇，也不要一个不守贞洁的财东女子。 黑娃听罢，说：“孙叔，你你去给田掌柜说说，这女人我要。”孙相大惊：“你年轻轻的小伙娃，要这好女人做啥呀？”黑娃撒着谎：“我爸穷的很，给我定不起媳妇儿啊。”孙相凛然说：“娃娃。” 拉光身汉，也不要这好二茬子女人，哪怕扮寡妇，啊，实在不行，哪怕到城里逛窑子，也不能收拾这好烂货呀。黑娃说：“我思量过了，我家啊离这儿百八二百里，这女人，她名声再不好，也吹不到俺村里。” 只要我日后把他看严点就行了。孙相看黑娃执意要娶，话儿也不无道理，就答应了。呃，我去给田掌柜说句话，不费啥事。我估摸呀，这田秀才一听准成，那肯定连聘礼全都不要。 田秀才的态度，正如长工孙相所料，当即拍板定夺，摒弃当下就减去大半。田秀才随即召见黑娃，不仅不要彩礼，反倒贴给他两骡子银元，让他回家买点地，置点房，好好过日子。只是有一条戒律，再不许女儿上门。 在日后，确实生儿育女，过好了日子，到那时再说。黑娃全都答应了。第二天鸡鸣时分，黑娃引着那位娥二姐离开了田家十字。出村不远，俩人就抱在一起，痛哭起来。孝文和孝武。 一人背一捆铺盖卷儿回到白鹿村，因为学生严重流失，纷纷投入城里新兴的学校去念书。朱先生创立的白鹿书院正式宣告关闭。自水县也筹建起第一所新式学校——初级师范学校，朱先生勉强受聘出任教务长。 看着两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儿子归来，白嘉轩好生喜欢。有这样两个槐树苗一样壮健的后人顶门立柱，白家几辈子受尽了单传凄苦的祖先，可以告慰于九泉之下了。晚，白嘉轩手执蜡烛，把两个儿子引到。 门楼下，秉烛照亮了镌刻在门楼上的四个大字“耕读传家”，又引着他们回到院庭，再次重温刻在两根名柱上的对联儿：“耕织传家久，经书记世长。”白嘉轩问儿子：“记下啦，两个儿子一齐回答。 记下了，白嘉轩又问：“明白不明白呀？”两个儿子又是一起回答：“明白。”白嘉轩坐在厅房的桌子旁，说：“明白了就好。明日早起，把旧衣裳换上，跟着你三伯到地里务庄稼去。” 两个孩子都顺从的答应了。白嘉轩告诫着：“从今日起，啊，再不要说人家到哪儿念书、干什么事儿的话了。各家有各家的活法，咱家有咱家的活法，咱只管按咱自己的活法做咱要做的事，不要看，也不要说这家怎个样，那家咋个样的话。” 啊！白嘉轩随后进山去了一趟，和岳父商谈了让二儿子孝武来共同经营中药材收购店铺的事。白家的后人已经成人，由岳父代管的局面应该尽快结束。孝武随后受命进山去了，大儿子孝文留在家里。 白嘉轩经过长期观察和无数次对比，认定由孝文将来统领家事和继任族长是合法而且合适的。两个孩子都是神态端庄，对一切人都彬彬有礼，不苟言笑，绝无放荡不羁的举止言语。 明显的有别于一般乡村青年自由随便的样子，但孝文比孝武更机敏，外表上更持重，处事更显练达。白嘉轩把二儿子孝武打发进山以后，就带着礼物走进了没人的院子。 他郑重提出过年时给孝文完婚的意图，让媒人去和女方的父母交涉。女方比孝文大三岁，已经交上十九，父母早已着急，只是羞于面子，不便催白家快娶。因为是头一桩婚事，白嘉轩办得很认真，也很体面，特意杀了一头猪做席面。 婚后半个多月，饱尝口福的乡党还在回味无穷的谈说宴席的风声。白嘉轩以族长的名义主持了儿子和儿媳进祠堂叩拜祖宗的仪式。这种仪式要求白鹿两姓凡是已婚男女都来参加。新婚夫妇一方面。 叩拜已逝的列位先辈，另一方面还要叩拜活着的叔伯爷们儿和婆神嫂子们，并请他们接纳新的家族成员。陆三参加过无数次这种庄严隆重的仪式。 万万料想不到，他的黑娃引回了一个小婊子，入不得祠堂，拜不得祖宗，也见不得父老乡亲的面。他曾经讥笑过鹿子霖，鹿子霖给大儿子赵鹏也是过年时完的婚，早先三媒六证定下冷先生的大女儿，赵鹏突然不愿意了，赖在城里不回家。 鹿子霖赶到城里，一记耳光抽的赵鹏鼻口流血，哭丧着脸儿，算是屈从了。新婚头一夜，赵鹏拒食合欢馄饨，更不进新房睡觉。鹿子霖又一记耳光，沾了一手血，把赵鹏打到新房里去了。第三天进祠堂拜祖宗。 赵鹏又不愿意去，还是鹿子霖的耳光把他扇到祠堂里去了。完成了婚娶的一系列礼仪之后，鹿子霖说：“你现在愿意滚到哪儿就滚到哪儿去啊！你想死到哪儿就死到哪儿去。你娃子记住，你屋里有个媳妇儿。” 鹿兆鹏一句话也没说，就进城去了。陆三对照了白鹿两家给儿子办婚事的过程，深深感叹：白嘉轩教子治家不愧为楷模，而鹿子霖的后人成了什么世子？归根到底，一句话：少少可，毕竟祖德太浅太薄嘛。现在。 黑娃根本没有资格引着媳妇儿进入祠堂，陆三再也不好意思讥笑人家陆子霖了。这件事仿佛一块无法化释的基石堆积在他的心口上。白嘉轩对陆三的心病表示了最真诚的关切。他走进马号，对陆三说：“三哥呀。” 你这一天到晚的光这么唉声叹气的不行啊，得想法解决呀。陆三气馁地说：“我说他不听啊，我一觉得把那货砸死，还得偿命。”白嘉轩信心十足：“你去把他叫来，啊，我跟他说，我不信。” 他辩不来饭香屁臭。陆三对白嘉轩亲自出面的举动很感动，立即跑到村子东头那孔破窑洞前的平床上，大声吼喊：“黑娃！”黑娃跟着父亲来到白嘉轩家的马号里，白嘉轩开门见山的问：“黑娃呀？” 没让你跟那个女人进祠堂拜祖，你恨我不恨呢、啊？黑娃诚实的回答：“我知道族规，这不怪你。”白嘉轩朗然说：“好，黑娃不糊涂。叔再问你一句，你丢开，丢不开那个女人。” 黑娃没有料到白嘉轩会把话说的这样不留空隙，盯一眼，就低了头。白嘉轩不急于要他回答，继续冷静的说：“这个女人，你不能要。这女人不是居家过日子的女人，啊，你石头下这号女人，你要招祸。” 我看了一眼，就看出他不是你黑娃能养得住的人。趁早丢开，免得后悔。人说前悔容易，后悔难。陆三已经按耐不住了。你家轩叔说的这全是实话，好话。这搭眼一瞅，那货就不是家屋里养的东西。 黑娃为难地说：“我一丢开他，他肯定没活路了。”陆三大声的咂着嘴：“嘖嘖嘖这号烂货女人死了倒干净吗？不看看你死命催在尻子上，还管那货？”白嘉轩依然不急不躁，保持着长者的威仪：“你不要操心，丢开他。” 行不下媳妇啊！你只管丢开他，你的媳妇儿我包了，连订带娶全由叔给你包了。黑娃吃惊的盯着白嘉轩，已经没有丢不开小娥的任何托词和借口了。他突然蹲下去，哥就在马号的脚地上。二十年前。 白嘉轩的父亲白秉德出面掏钱为陆三连订带娶，一手承办了婚事。这件一举善行，至今还被人们传颂着。黑娃的母亲也不隐晦这件事，自打黑娃能听懂话，就不厌其烦的重复着：“黑娃呀，你得记住了啊，白家是善心人。” 想起了这些，陆三就臊红了脸。嘉轩啊，你甭给他说那么多好话，哪怕拉光身汉也不能要那货，立马把那货撵出门啊！下边的事下来再说。白嘉轩动情的说：“哎，看在咱们两三辈人交好的情谊上，叔真是。” 不忍眼睁睁的看着你，把一个灾星招进门。我不逼你，啊，你再想想。黑娃站起来，点点头，表示他要认真的想一想，然后连忙拔腿走出马号。 黑娃离去后，白嘉轩以哲人的口气说：“毙了，毙了。我断定黑娃丢不开那个女人。要是能丢开呀，他当下就说丢开了。唉，没有法子，圣人呐、啊。” 能看一丈远的事实，咱们凡人只能看一步远，看一步走一步吧。哎，像黑娃这号混沌弟子啊，一步远也看不透，啊，眼皮底下的沟坎儿也看不见，你急也不顶用，让他瞎碰瞎撞几回，也许啊，能碰撞的。 灵醒过来，急是没用的。白嘉轩真是不幸而严重，陆三还侥幸着，黑娃想想之后丢开那货呢。第二天晌午回家去，让女人再劝劝黑娃。不料，从女人口里得知，黑娃扛着青石夯，挂着木木，天不明。 就起身到外村儿给人打土坯去了。唉。